再叫，大家都听见了。开了门，天气很好，他再叫大家起来。我们在青草地上玩，小白兔，快来啊！小白兔听见我们叫，雪马上跑过来了，我们给小兔吃水果。我在青草地上碰云，白云像什么？像一只羊，也像一只兔子。白云和风在一起跑，红红的太阳出来了，大家都笑了。大太阳看着大地，太阳要下山了，小朋友也要回家了。我开门，就看见一太阳。呢个亮点系咩啊？冒号啊！冒号，跟嗰个即系讲嘢咯。即系个冒号系咁噶喎。系啊，即系讲嘢，嗰个逗号啊。逗号。系啊。咁樣就好唔夠快。哦，好咯，好咯，拜拜啦，咁樣。拜拜。飛吻先啦。係啊，你話太爺爺，我叻唔叻啊？咁。太爺爺，我叻唔叻啊？係啦，你試下啖先啦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